统一东京专精于租赁产业，是客户最重要的行动生活管家，企业的财务顾问。统一东京由统一企业集团结合日本租赁领导品牌东京世纪租赁，于1997年成立，拥有结合两大企业优势的坚强经营实力，率先将汽车维修租赁制度引进台湾，并持续扩大服务，从维修承揽、汽车租赁、一般设备租赁、应收账款收买至不动产租赁业务。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车辆事故，那因为工作惯性的关系，就过去看了一下状况，结果我看到车牌，发现是我曾经帮客户挑选过的车号，那于是就过去马上处理。客户看到我，他也松了一口气，于是就将现场后续交给我来处理。我相信统一东京的业务人员都做得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跟其他的租赁公司是不一样的。统一东京的业务人员都是从头到尾完成每一件租赁案件，所以我们非常熟悉每一部我们经手的车辆。在外籍主管来台湾前，我们会先了解他的用车习惯和喜好，分析后再给予他车辆的建议。外籍主管到达台湾后，我们会陪同试车，并且站在客户的立场给予最中肯的咨询及建议，很快的就能找到客户满意的车辆，建立起很好的信赖关系。统一东京车辆租赁部门提供高素质的专人服务及全年无休的车辆咨询管道，精准的车辆维修与保养，给予客户最安全的行车保障，能为客户包办选车、交车、维修保养、保险及各种相关代办事项，用最真诚的付出提供最细致的专业服务。很多客户在还没有给我们公司乘坐维修承揽时，在维修车辆上花费庞大，但在有维修经验的人来看，很多地方是可以省下来的，也可获得同样的安全保障，又可让维修费用平准，客户乐于将车辆维修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许多同仁都有车辆维修证照或是实际在车厂的工作经验，所以我们有自信能提供最专业的服务。统一东京维修承揽业务能为企业处理关于车队管理的大量繁杂问题，工作人员拥有超越同业的维修专业知识，提供最佳车辆检修品质及合理稳固的价格，让客户能专心发展核心业务。除了书面审查，我们还会到客户的现场，了解客户的需求，听听他们的想法，提供我们完整的建议，让客户呢做一个参考。伴随着我们许多的客户，看着他们的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身为财务伙伴的我们，这是我们感到最荣耀、最有意义的时刻。统一东京提供的设备租赁业务，包含大型工程机具、电脑、生产器具、生化医疗、仓储物流等多种设备，以合理的租赁价格活化资金运用，协助客户便利地取得营运发展资源，扶植台湾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企业经营的最佳财务伙伴。统一东京程序统一企业，品质好、服务好、信用好、价钱公道的三好一公道信念，深耕台湾，
并持续拓展事业版图。秉持着速度、效率、精确的理念，统一东京将提供更完善的全方位服务，持续与客户、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壮大。